现在正在潮州的江东镇潮安区这边，然后呢今天来这边这是第一条视频，带大家看一下种植一条街，好多家，就这么大概几十米一小段就有五家种植。江东人应该吃粽子是他们的日常习惯。好，我们现在过马路去吃粽子，来吃这一家老幼粽子。这一家呢话说是本地那个最最正宗的。那什么张九食条街是青江人吃粽末定是哪？嗯，我还没刚刚弄住个整个在以前住个也是吃粽子啊，夹到土坡白白哟，双头土坡白。现在都乖乖有人来吃，现在都会吞点吃的，现在吃不完了。做你有特色吗？对不对？现在都会吃，你是弄什么弄家己包啊？还是啊？弄家己包个咧。哦。我唔识过干，今日包了不少，不过干包了不少。大个的是10块钱的，小个的是5块钱的，很明显就能看得出大个个头很大，料很足。大个呢是有加了瘦肉、三层肉、虾、香菇、芋泥，好、哦，还有鸟蛋、板栗，还有板栗，好、哦。还有干贝啊、哦，人家叫五花肉好吗？三层肉。我刚刚吃那块五花肉呢，是已经非常的，就是嫩滑，已经入口即化。糯米包着食材的其他的味道呢，已经融入到糯米。我们可以看到糯米外面呢是有一层瘦肉的颜色。你是讲牛街的肉的料是白的还是怎样？能讲能一共合计昂首甲茄币甲内用内用哈，这个应该是蛋黄吧，把人家的蛋黄给吃了，咸蛋黄。刚刚说这个猪血汤非常特别，试一下猪血有多特别。煮的是猪心、瘦肉、猪血，还有我们的西洋菜，食材是比较新鲜的，而且10块钱的汤加这么多料，确实啊，料很丰富，很便宜啊。它这种汤呢，追求的主要是原汁原味，食材挺新鲜的，这个还可以。开始，你开始煮老窑开始啊？哦，就该来面啦。哎，我们就是做面嘛。做面啊？几块呢？哎，好贵呢，不要几块呢。是不该割蕉，不该割蕉。啊，要你食瓜煮起两啖，咁生蕉，梗隆重啲嘢嚟噶。你想衰就咪卖生蕉啦。哎。
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江东大桥啦。从这条桥过去，这边就是江东，这边是葛洲。葛洲人做的粽子被称为江东粽子啊，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来这边吃的是江东粽不叫葛洲粽，原因就在这里了。我们从这里看过去，从那边到这边啊，这一段路全部都是开粽子的，那边也有啊。大家如果感兴趣试一下江东粽、葛洲粽，就来到这个位置，停车也蛮方便的，风景也蛮不错的，因为这里已经景观升级了，很漂亮。粽子就拍到这里，我们去过桥，去江东那边吃别的小吃。